真帮忙给儿子介绍一家房产公司做销售员。哎呀，你们工作怎么样？这儿子哪去了？大哥。啥感觉？俺他妈怎么看不清他？哦，他陪你弟了。我好歹干弟啊。他没陪你弟了，他陪这么辰光嘞。要紧要不要拉倒？我弄啥来着？这是这儿干嘛？买不起票嘛。我怎么这样干着了呢？哎呀妈呀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等等啊，我就弄弄弄弄了。